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也搞不懂为啥我这单排吧还能好一点，我一跟这十七打呀，这不是这队友像个犊子似的呀，要么就是我们崩，真的我也搞不懂为啥，你说一打我们就崩了，一打我们就崩了，为啥呢？全军出击，啥意思呢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因为没开语音，那你就别补刀了，对不对？经验咱也别吃了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他马上好了啊，进来。哎，刚才这平 A 出来没？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我光吃经验，我不让他吃经验。武器补了一个刀。他至少能少了四五个经验，四五个兵嘛，四个兵。没法杀呀，这武器我估计要 TP 了。他 TP 我们就撤，压了他能有半级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这波啊，这波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等他晕住你再闪也行。这波起码有五个闪现，我下路赚了，可以。这
是他们的本事。不追了，追了不合适，追了丢兵。不好杀呀，虽然不好杀，但也不是不能杀。可以接受，这波比较果断，双 buff 可以。再把蟹收了。这鳄鱼不给收蟹，这大鳄鱼。行吧，你打吧。刚才岩雀一定没有闪现，因为那下路打这么长时间，100%没闪。这波没大，不跟他打。这个岩雀呀，很有可能要过来报复我们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把血量维持满血。你说他刚打个双 buff 就让我拿走了，他能甘心吗？他不能。也去找他，我看他在哪儿。把他的后路给他断了，他没在，没在，我们回家。现在我们已经比武器的装备好了，下边想拼可以跟他拼。来红宝石，加强一下自己的血量。这女枪这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啊！哟，这都能晕到我，正好他跳眼接闪现，我们有个 E， 然后二段 R， 哎，正好好。这波打峡谷可以。对面打野在下，武器肯定得交传送，100%。不交传，说明他没有。这边往中走一下，看一下啊。走一下看吧，但我觉得应该没必要。那个鱼右边哎，这塞纳这个定啊没定住，定住死了。
回上路守塔。哦，他传送了，传送我们就不回家了。希望刀锋可以走得掉，走不掉我也没办法，兄弟，加油吧！加油，加油，走得掉，走得掉，漂亮！那这三层塔皮我就收下了。厕所回城吧，取经才是重中之重，没办法。哎呦，不得不说武器大师这个英雄拆塔是真的快。干啥呢？啥意思啊？这有点太瞧不起人了吧，兄弟，你啥装备啊？荡妇二连不击杀你吗？鳄鱼来了，给我一血塔，给我拿下！再见，鳄鱼想杀我，痴心妄想，小鳄鱼，给你竖个大拇哥。还鳄鱼还来还游走，你玩个鳄鱼你不好好刷兵。谁转配件了？无所谓，也就 ADC 嘛。再点一下，漂亮。这波俺们回中路守塔，别的塔可以掉，中塔一定不能掉，知道吧？没关系，拆不掉的。小龙这波可以要，对面不要了的话，我们就继续上路腿啊。有蓝吧？对面应该有蓝，看一眼啊，没有蓝。下的你来吧，来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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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！鳄鱼可以杀，你别跑那么快呀！死了吧，该啊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
太嚣张了，鳄鱼太嚣张了，嚣张成这样吗？我这一想还不允许到一个鳄鱼嚣张成这个样子吧。没有眼，回家。我现在不需要去找这武器去带线的，他也打不过我。关键是，我们十二级，他十级，他一个小破败，你说他能打得过我吗？我现在是打团又猛，单带又猛，他是咋玩他也玩不过我们。只要队友不崩，这游戏就结束。我就是对面一个很难处理的点，知道吧？这猴突到卡莎，突到岩雀面前，这就是个爹。真吓人呢，还追呀？你又没有闪现，你追什么玩意儿呢？这要是个破败还行，这鳄鱼啥装备？鳄鱼大放了，把鳄鱼大给打了，这波可以继续。可以推中，也可以推下，都可以。这边死个岩雀吧，死个岩雀，鳄鱼没有大，这波松下全能收，直接收两路，白收两座塔，相当于俺们多了一个，多了一个大龙的经济，相当于。这波回家，然后拿小龙。刀锋没在，但也可以打。不用交闪啊，交闪杀的不合适。让他交闪，这直接中路没了呀！这刀锋把武器杀了，我这回家其实没啥意义，不回了。
差两百块。我估计他不能出来，应该。你们把那武器杀了，我再下路。这边敢来抓我，我就让他们全死。你不找我，我就把你高地拆了。来不来？投降了吧？你这都不来吗？没人？下路没人，中路也没人。哎，你说他们逗乐不啊？那家马上都要没了，还出去打架去？家都不守，要出去打架？行，打吧。狼了吧，狼了啊，狼了狼了，薛维尔狼了这波。在这里等我，杀那个鱼来。那鱼跑了，给我拖住。鱼杀了，能一波吗？费点劲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大龙，龙打的还是很快的。咋还没到十六级呢？闪！救命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就发现啊，就对面啊是真不会玩游戏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就这种情况还能在这里蹲人，龙魂不去要，然后下路不去要，
你们知道他们有多亏？杀我们两个人，他们要龙魂不要。你说这波俺们两个人搁上路，他们去把这个龙魂给他拿下，对不对？拿点优势，或者守一波下路，发育一波，这都可以。非得跑过来这么老些人来抓俺们俩，我都是没明白。有的时候啊，你这是拿这种就是特别高端的这种思维在跟他们玩，有点难玩，说实话，真难玩。不知道咋赢游戏，乱打，瞎打。那家里边不要，要去跟人家打团去。你觉得你们打了好几波团战赚吗？根本也不赚呢，打那么多波团战也不赚，怎么打怎么亏。拆下路我十六了。打他上路上路，我这中路。这游戏杀人不可不，我跟你说杀人吧，虽然不一定亏，但是推塔是一定赚的。上路来，不用跟他们打架，这跟他们打啥呀？这有什么好打的呢？我就没明白了。你一会儿下路你不守啊，中路你不守啊，那兵线过得去你？拿什么跟俺们打？我这都不去管呢，你们自己打去吧。好闪，你就别往我这儿走了呗，对不对？你还往我这儿走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不是，你是觉得你自己单挑能打得过我是吧？搞不懂为啥都这都。你这没明白，你说你们家马上没了，你不去守基地，你跑上来追人，你说你傻不傻逼呀？哎呦我天哪。就觉得自己无敌，上头脑淤血，觉得能打得过。我不管别的，我就推打。金身行，给我推掉超级兵，不是超级兵，炮车。拆了，来下棍直接拆没。我看你们家这么打怎么能赢啊？他们家就没往一个就能赢的方向去发展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乱玩，哎，就是大乱斗，也不管家里啥样，塔没不没无所谓，我就今天就得干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干得好，嗯。我吃点饭，我饱了。武器装备不错呀，不过他没鞋。来大龙来，他们下边大龙没法守，大龙拿完咱就拿小龙，来一个人过来查眼，游戏结束。
我怎么死的？追基地来，打呀！就是继续打来，继续打来，哎，继续打来，继续打，别回家守，继续打。对，别继别打，别回家，继续打。这么乐意打架的话，继续打呀！你咋不打了呢？继续打呀！这么喜欢打架啊？推基地了，浪费时间。